突然之間咧 ，professor 就同你講：呢位同學啊，你走堂咧走得太多啦，你聽日開始唔使翻學噶啦，可以停學啊！你會點啊？嚇！你呢個表情係開心定唔開心啊？係好無奈。無奈，以後唔使走堂都可以唔翻學啦。唔使翻啊，即係可勝啦，即係會好無奈咯。哦，咁啊，好啦。第二個就是你女朋友突然之間跟你說，其實呢我一個星期裡面就有七個男朋友，你只有我其中一日的一個而已。喂，你這麼大量的好像不生氣，不覺得你很生氣。是你的大量啊？是，我覺得你很大量。還有一個就是原來呢你現在是發緊夢，你其實呢擘大眼你不是在地下，你已經是99樓天台，走到一步就會跌落地的了，你會怎樣啊？哦，真的好驚啊，跌了跌了跌了。還有一個就是突然之間你一天在一條街上走走走走，之後有一個星探就跟你說，這個同學我覺得你很有潛質，我覺得你的戲一定好過梁朝偉，我決定找你做一個荷里活巨製的男主角，你會怎樣啊？當然了。所以充滿自信，不錯吧，看你入圍。最後一個就是你媽咪突然跟你說，仔啊，其實我生你出來的時候我發覺你是一個雙性人，男女的特徵都有，於是我就不知道怎麼好，索性將你變成男仔，即是你整身所有東西都人工化，那你會怎樣啊？你這個有點嘔心啊，自己覺得自己是很嘔心。不要嘔心啊，給你一些自信啊，剛剛很有自信的。